春风送暖，爆竹声声，我挺喜欢过年的，或者说，我本来挺喜欢过年的。以前的年是什么？是阖家欢乐，是大快朵颐。近年来，攀比现象越发严重，但现在，于我来说却是漫长的煎熬。他考上了很好的学校，他赚到了很多的钱，而那你呢，孩子？